家好，我是风静，然后现在在河南南阳，然后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知府衙门。从这边过去，然后检票。从正门进来呢，然后这是第一道门，不过这个院子还是挺大的。仪门，据说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门平常是不开的，然后人们走的话是走东边那个侧门的。从这个仪门进来，然后这个院子还是挺大的，它左手边是那个公房、刑房和兵房，然后右手边是户房、立房和礼房，这平时办公的地方应该。大堂，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地方。是出来吧，看完之后感觉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真的是挺幸福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了，然后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，我是风静。